粉放多了会怎样？在发面的时候，酵母粉是必须要放的。作为发酵粉，干酵母放多了没有太大的影响。发酵粉的用量宜多不宜少，酵母放水里就会活化，开始繁殖，从而产生二氧化碳气体，把面团组织撑开一个一个的小孔，面包才会松软。会黄那是肯定的，发的时间久了也会变酸。一般酵母加多了，发酵会变得快，发酵的时间缩短，这样也就不会有酸味，就是会有一点黄色。对于面食新手来说，宜多不宜少，能保证发面的成功率。